输入。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，1月12号0到24时，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0例，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6例，含6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，本土病例124例。截至1月12号24时，现有确诊病例3460例。截至1月12号，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9亿1824万9000剂次。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。近日，我国再向缅甸援助10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，其中75万剂疫苗已于昨天通过。